老四啊，老四，你看你把这个东西咬的，咬坏了吧？啊，这多好的棉签儿，你咬它干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这还能用吗？你咋这么不听话呢？这么不让人省心呢？老四啊，跟你说话呢。你信不信？你要再敢咬东西的话，你信不信我把你牙给你掰下来啊？就掰你牙。干哈玩意儿？我就吓唬吓唬他，信不信掰你牙？老四，起来。就掰你牙，你起来，你干啥玩意儿？你家孩子不听话，你说咋办？他咬坏了咋办？咋办？哎，行，老四，你给我转过来，老四，转过来，你看你给咬的，老四啊，你往哪儿躲？因为躲你妈旁边，我不敢揍你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过不过了，老四？干啥玩意儿啊？啊，是不是欠揍？他不听话他，我得揍他屁股，揍屁股，我得打他屁股，他不听话，你看他给咬的，三万要不要了还啊？揍他屁股，他不听话吗？干啥玩意儿啊？天天护着人家。